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所有的云锦粉操作。先涂两层黑色，两层黑色画完拿出来以后呢，就不用涂什么东西了，就直接放上去。先来个一号，直接点一点，就随便点，随便在这个纸张上面平均的整个纸张随便点上去。差不多以后呢，我就用手给它压一压，给它所有粉压平了，压平了以后就 OK 搞定了。然后等一下就上你随便自己店里的哪一个 tupper 上两遍也可以。这是二号，也是很漂亮的。三号，在中间留一点空间还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六号，
且每个时候上完 taco 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